钩镯村仙钩后镯钩坎是吧，叫钩坎村。这个用墨一定要干，不能这个水分太多，太多了它就不出效果。淡墨也好，浓墨也好，必须笔里的水分要少。一块石头，一块石头勾出来，这十分三面，上边必须受光，下边是背光，是侧面。这个笔里水分一定要少，把这个用这个纸托呢，把它细一细，把这水分细干它啊，细少细一细，然后呢去啄去，也可以横着，是吧？横着、竖着、斜着都行。像刀斧劈，像砍木头那么砍，然后砍镯。
遍一遍那么看。这个笔触和笔触可以重叠，多次去琢看，琢起。逐渐的把这石头的体积表现出来。多次多春，多春。最后呢，我们的让点台，让点上点台。等到干了之后，淡墨染一染，增加它的体积。
块石头勾出来，春天，灼春。剩下时间我们用练习纸练习。